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看 ET 財智 Talk。 嗱，我諗咧嚟緊啊，影響住咧全球資產走勢嘅因素有好多，特別多人討論咧就係加息啦、退市啦，同埋會唔會出現咧係超級通脹嘅問題，直接咧可能會唔會影響咧一啲黃金價格嘅走勢，就最多投資者關注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哋好高興咧請嚟到富環球 Robin 傾下偈。